第三季《谁是战士之星》第二场预赛的初赛正在火热比拼当中，谁能取得晋级复赛的入场券，谁又会一举摘得决赛的直通证？本周军营大舞台继续上演精彩初赛的夺标大战。有请评委出场，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倪群。谁是战士之星？梦想从这里开始，我在这儿等你。有请著名影视演员楚志国。谁是战士之星？释放你的活力，我为你喝彩。有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。谁是战士之星？燃烧你的激情，秀出你的豪迈。有请著名影视演员王一军。谁是战士之星？展现你的青春，我为你点赞。有请著名歌手施鹏。谁是战士之星？绽放你的精彩，征服这个舞台。有请本场第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通信技师崔娜。平时生活中我不太爱说话，但是我热爱唱歌。我觉得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音乐。每当我站在舞台上被聚光灯包围时，我的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。今天我来到战士之星的舞台上，我想用我的歌声释放自己。崔娜，加油。眼前一亮，男士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唱的我刚才我都忘了这是战士之星比赛了。最后停了以后，我说这是突然想起来这比赛的在。你呀、啊，驾驭这个舞台的能力太厉害了，无话可说。嗯，劲歌就是带劲啊。你的演唱表现在台上很松弛，很专业，而且你的唱法很洋气。我在台下看到过他几次，从来没说过话，跟台上完全判若两人，啊，完全不一样。
所以他们这种很腼腆，很腼腆，非常腼腆。那就是为舞台而生的。哎，对，他就是在舞台上这种释放。我刚才我在觉得是不是一个人？哎，你是典型的，就是台下像只鼠，台上像只虎的。过去就是夸演员都是这样。什么比喻？台下是不是？过去夸演员，哎，牛哥是不是就这么夸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在跳的过程之中，可能会在气息上啊、音准方面可能会稍微忽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话筒的比例的问题，声音比例的问题。所以你要自己一上去就要把比例、自己的释放的音量要找准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就更精彩。现在我估计大家也无话可说了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尤其这帮小伙子们都懵了，我估计是吧？我是什么毛病也跳不出来，我肯定是啪。待会儿推这个，那行了，既然跳不出来了，那咱们就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本场打头阵的崔娜魅力爆棚，她能否赢得评委们的青睐？我看谁不给。其实我特别想让他再多再展现一段，展现一次，有一次机会，有机会，但是我又担心他多展现了，别人又没机会了，所以我干脆让你直通得了。哇，谢谢。特别棒，加油。本场首战出场，崔娜就拿下了第一个直通决赛的名额。靓丽女一，决赛再见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普通的汽车修理兵，但我的名字可不普通，我叫山元茂。据说全国也没有跟我重名的，我做梦也没想到能来北京参加谁是战士之星这个比赛，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家人，马上就要上场了。其实现在我特别紧张，战友们为我加油吧。敢说话了是吧？你胆子够大的，上上海滩，特别可爱，特别有我们基层官兵的风采。他唱歌吧，你音准，我仔细的听，我刚才觉得一直跟你这么点头，你的音准特别好，你的音乐的节奏特别好，特别有战士的风采。肯定你是属于卡拉 OK 型的，对不对？
经常唱哪个谁也不吝卖霸之类的，但你确实唱得很有味道，特别的朴实，特别的就是那种朴实的范儿。对，但是特别同意你的意见，是吧？但是就这首歌，不说他歌的对，他就不对了。你是在夸他，但夸后头好像话还有话，就是哎呀，你光是他这个音准和朴实，你说了四遍。不至于，因为这个《上海滩》大家太了解了。音乐一起，后面掌声，掌声已经起来了。你看《上海滩》表现的是什么？这是叱咤江湖，风云再起啊！就是你在，一定是一种在台上的霸气。这个作品要是在第二轮你要唱的话，穿上一身这个不是军装的话，可能的效果更好。谢谢老师。但是真的要把这个粤语模仿准呢、啊。是的。听得我这。一机灵一机灵的，觉得他是按军歌的方式在唱这个淳朴的《上海滩》，就接地气。因为本身我也不洋嘛，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朴实朴实。你虽然不洋，但是你老装洋。就是土了吧唧的那种，哎，离老百姓特别近的那个，而且他的唱法也是没有那么多修饰。就是战士上来唱一首歌，但是他是在所有战士里唱歌最好的，上来了，我很喜欢。好吧，不错，那咱们就来吧。朴实的山原茂本色演绎的《上海滩》能否打动评委？还有两位评委犹豫不决，山原茂紧张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我就得问问你，这个上你下边下边的歌能多好了，小山啊，这个这楚老师啊，你就刚才你再跟他说两句，你怎么就 你非让我起来是不是？你就这么刚才说朴实来的，一直说，你就来一下怎么了你？哎，咱们那个谁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实际上我也想推。这个不能算他推，不，这个已经说不清了。如果施鹏过来不推，这个不是你本意。就由这个被迫给你推的。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那就对了，加油。问他相信我吗？等了一会儿，相信。半信半疑。哎，好激动啊！没想到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旭，我是黄在新，他曾经是我的班长，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利用业余时间搭档表演小组七年了，演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，热情是有的。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也没学过表演，希望这次我们的作品能得到评委和老师们的认可。加油！还有五秒钟。王班长就该来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准时呀！我说王班长，陈班长，你别这么称呼我。以前你是我的班长，我是你的兵，可现在你是我的班长，我是你的兵呀！走了，站住！你有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见了吧，见了。哎呀，胡来呀，走了，站住！我就是想喊你过来聊聊天，来聊聊天，来，来聊聊天，聊吧。哎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今天你这个比赛呢，我输了。聊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你赢了。聊吧。不是你，你幸灾乐祸，聊吧，还聊什么呢？不聊了，没法聊了，走了。站住，扫兴，立正。我不相信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我还。
不对呀、啊，现在我是你的班长，稍息立正。可是你是我带的兵，稍息立正。可是我现在是你的上级，稍息立正。可是今天的比赛你是我的手下败将啊，稍息立正，稍息立正，稍息立正，束缚。是，今天比赛我输了，你想看我笑话，我满足你满足了吗？满足了，谢谢啊。你就该走啊，今天的比赛你输了，你丢人呐、啊！你回去捂着被子，你慢慢哭去吧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影响战友们休息，不要嚎啕大哭，小声的营业，轻轻的抽泣就行了。我就不相信你不想知道你今天的比赛为什么会输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很准时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对对对对对，冲锋枪宿舍你失手了，400米障碍你失蹄了。来，我看看你这个蹄儿怎么样呢？这是蹄儿吗？那蹄儿呢？这儿。那是脚。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。很有意思，超有意思，巨有意思啊！陈班长，我怎么知道什么特殊情况都让我给遇上了？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里边它有一个巨大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你想知道？我想知道。我不想说。你，我就讨厌你这样。哼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你烦我，你走啊！你烦我，你走。我走就走啊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准时。我说，你真想知道啊？行，那今天我就正儿八经的跟你谈谈正事儿。你的女朋友小丽，她是什么时候和你分手的呢？这是正事儿吗？是正事儿吗？情场如战场啊。情场上你失败了，所以今天的比赛你的失败那是必然的。我失恋跟比赛有什么原因？你怕人家小丽啊？我怕她。你不怕别人，你和别人谈恋爱一年多了，你不敢跟别人说我爱你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告诉我的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？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。又说梦话了。整整一宿啊，那是循环播出，滚动播放，声泪俱下，声嘶力竭，全班战友是看了一部真人版的爱情连续剧啊。我都说什么了我？我不敢呀、啊。哎，我说出来，人家不同意咋办呢？我害怕呀，你有心理压力。我有什么压力？我没有心理压力。你喊一个我爱你，我听听。你不喊就喊我。我冲谁喊啊？我冲我。你。哦，不对呀、啊，他都快把我给烦死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看没有，那前面有棵树，你冲着这棵树喊。我冲着他喊。哎，你看这个树长得那是凤摆杨柳的。跟你们家小丽长得多像呢。对，就冲他喊。我喊就喊我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还有什么事？你站得高喊得远，要不然他听不见。我上就上了。小丽，我爱你。你喊的个什么呀？这是我爱你。你这是苍蝇渴死，蚊子打喷嚏，蚂蚁喊番号呢。我就知道你不敢。你怎么知道我算准的？我就讨厌你这样，什么事都算计，好像什么事都了若指掌。没错，我这个人不管对什么事那都是了若指掌。熄灯号都拉了，战友们都睡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今天失败的另一个原因。哪有那么多原因呢？心理抗干扰性差嘛。我心里抗干扰性差。你看看，他又不承认了。
行行行，我帮你恢复下今天比赛的场景，行吗？好，走。下面我们进行第一个科目，第一个科目是400米障碍。我们走过了梅花桩，走过梅花桩，跨过壕沟，跨过壕沟，翻过高地墙，翻过高地墙，冲上独木桥。对，冲上独木桥。该打雷了啊！老天爷也太配合了，打雷了。对，比赛的时候也打雷了，所以你就从那个独木桥上掉下来了，对吧？可是这个特殊情况我确实没想到。行，那我就帮您回顾第二轮比赛。第二科目是冲锋枪速射，第一轮是鬼子射击，我全部命中。我也全部命中。第二轮是粒子射击，第一发第二发我全部命中，第一发第二发我紧跟其后命中，第三发第四发，第三发第四发我信心十足命中，第五发子弹，第五发子弹，该下雨了啊。第下雨了，你还一发子弹没打出去呢。我打出去了，可是你脱靶了。对，我受干扰了，可是这些特殊情况我确实没想到。这个情况你也没想到吧？你哪来的雨？昨天晚上我看了3个台的天气预报，预计这个时候要下雨，所以我就提前做好准备了，这样就不能受到干扰了。哎呀，暖和哟！我说你冷吗？你就我不冷。你不冷，你哆嗦什么？我来来来来来，你把这个雨衣你披上，你就不冷了。你不冷吗？我不冷。为什么？雨停了。雨，这你也算到了。我没算到我能把雨衣给你吗？我也冷啊。陈班长，凉透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那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说王班长，我跟你说，在这次比赛当中啊，谁都想取得好的成绩，你们什么知道吗？这不仅代表我们个人的荣誉，也代表我们单位的荣誉，更代表我们军人的荣誉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今天这个比赛被淘汰的人是我。陈班长，你安慰我。我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自信。在今天过水沟障碍的时候，我预计水位到我的腰部，可是我一跳下去就没了顶了。按照比赛的规则，没顶就意味着阵亡。比赛的时候没有人发现，是后来我主动承认的，所以被淘汰的人是我。班长，记住，那作为我们军人，那就应该眼睛特别贼，耳朵特别灵，心理素质特别好，抗干扰能力特别强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战斗。希望你以后在比赛当中啊，替我这个班长，你的兵整练。走。又下雨了，这场雨我就没算到。这就是战场，瞬息万变。班长，有备才能无患。班长，班长，我爱你。班长，我爱你。
别好，好在哪呢？就是题材好，表演好，然后有三个味，我觉得是有兵味儿，有军味儿，有人情味儿。你们一演起来，我觉得就是有台缘儿。最后这个兵站在上面喊出"班长我爱你"，一下子把这个小品的这个主题突出了，真的一下子是直击到心里。既是小品，又有点像相声，那个包袱不断。我觉得非常好。对。设计的也非常好，因为这么短的时间，人物啊，人物关系啊，到最后解这个扣啊，都非常好，非常科学。你们俩的配合，刚才周老师说了一句，是小品，但是有相声味道。你的相声味道在哪儿呢？在于两个人，因为小品是讲究，也讲语言，是，但是相声是只讲语言。你们的语言配合的那种默契啊，哎呦，真是有相声。这里边有三分之一是语言，是出的包袱。按说小品是少说话多行动，对，多行为，知道吧？哎，你们这里头一点都没有减弱，节奏没有减弱，还加分，所以我觉着就是你们俩说相声也差不了。没错，不错，非常好。行了，我不管你们了，我也支持，急得慌。支持，支持，累了，三个就四个人已经推了，那我也就推了。谢谢大家。恭喜程序汪淡兴获得直通台，期待你们在决赛带来更加出彩的表现。直通，看见没有？直通。我叫张家飞，来自西藏云芝，是一名侦察排长。虽然我用的是汉名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藏族人。带着阿爸的希望，我来到了部队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歌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，让我的梦想放飞。家飞加油 ，This good， 一切。Thank you.
变得不一样。谢谢各位，谢谢老师好，太好。他这首歌，我觉得他这首歌是他动了心思的，就包括最后这个敬礼，我观察很细啊。嗯。当当，当，就最后的一个下的时候，他慢慢的把军礼到这儿，正好是停了，非常棒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一身着装来参赛？因为我们是，我们不是普通的侦察兵，我们是高原侦察兵。我觉得在高原当一名侦察兵，也真的是一名汉子。所以说，确确实实的话，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，我也想给我连队的那些老兵说一声，你们真的是英雄。所以说，刚才这首歌确确实实 是唱给你们的，也是等于你们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向全国的观众展示自己。谢谢。向你们的战友致敬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张家飞，他会成功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吗？是步兵吴少雄，我是炮兵何春江，我们都来自武术之乡四川江油。从初中开始，我们就一起学习武术，快五年了。别看我们年龄小，但是我们在很多的武术比赛中都曾经获得过奖。如今，我们又一同在美丽的香格里拉服役。今天来到战士之星的舞台上，希望各位战友多多支持我们，加油！我眼前真正的一亮，你说这俩小伙子，我觉得太好了。眼前真正一亮，就前头的节目都不是真正也亮了，也亮了，前面也都亮了。对这个武术，从小我们都是是男人可能都比较喜欢武术，我还是有一种觉得稍微软了一点。嗯，谢谢老师。那个谁，小何，你来个外摆里合，对吧？我们看看基本动作。礼盒呢？这是外摆。啊。这还是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每天晚上就这外摆腿、礼盒腿，从这面走到那面50米，每天啪啪啪啪啪踢过去，50个一组踢过去，50个一组踢回来，每天要踢大概10组。你还这个经历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
所以我看你的硬功啊，这个拳法有的时候你摔地上，我们那时候讲究的摔的要啪的一下要摔出声来，而不是像舞蹈一样摔轻了是不对的。这是个追，不是想不想不想学你俩，想不想学？我给你来个，想学来。哦，你弄得我，弄得我有点激动，二十多年没练过啊。地呀，小心一点，地滑不滑？对。世鹏老师已经二十多年没练了。在外边啊。是吧？就是那个干净利索的感觉，对。这个，真是难为了。二十年吧，二十多年没练过，所以很多的这个就这几场下来，有几段武术的表演，但是我觉得武术的表演啊，都没有像我们那时候能欣赏的武术的那种根呐、啊，就没有那种刺激我的那种状态。咱们现在来，我的这个来。胡少雄和春江已经获得了三颗星，他们离晋级就差一步。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。我也是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再完善一点，再完美一点啊！希望你们能够再来展示。很遗憾没有选取，但是能展示已经不错了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放映员杜月龙。从小听着爸爸哼唱军歌长大的我，内心对军营有着无限的憧憬。如今我穿上了军装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火箭军，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。当兵以来，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妻。今天我想借助战士之星这个舞台，为他唱一首歌，跟他说说心里话。美玲，我一定会好好唱歌，好好工作，好好比赛。有些调好像不是很准，您说的哪句话？说句心里话。对，说句心里话。对对，让楚老师唱一下。哎，楚老师唱歌。我要唱。要是听楚老师唱歌，就突然会发现你还算准、啊。我你只能说你跑的公主坟，我跑新街口，就是这意思。由于可能有点紧张。今天你整个的这个歌曲完成当中，音准不是很好，这个歌的一半当中你都在离调当中。刚才这个武术练了几下以后还喘着，就听过来了，我觉得挺好。对啊，就是说，老师，我支持你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反正我先推吧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对，我觉得也许你可能是紧张，但是我刚刚真的被你的音色和你的情感所感染，所以我也想支持你。谢老师。
杜月龙会得到其他评委的支持吗？好吧，小伙子别气馁，我觉得呢，对，两位老师刚才没有投你这一票，我觉得也不是坏事，会增加，毕竟听出了一些东西，好像是在这些都是在你未来的这个音乐的道路上，是你今天是一个重新的起点。谢谢老师。非常遗憾没有晋级，但是我不会气馁，在这条路上我一定会永远的执着的走下去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叫黄永志，曾经的我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一名大学生，现在的我是一名刚入伍的侦察兵。曾经的我是每天都要穿不一样的潮服，现在的我最爱的是那一身迷彩。曾经的我排练厅宿舍两点一线，现在的我训练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。这次参加谁是战士之星的比赛，我就是想告诉所有人，我长大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吧。唱的好的我就不说了啊，太好了，打动我。提一点小小的建议，就是前面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要是带一点就是连音符号那么唱，就流畅起来，我觉得比你现在，你现在是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你现在是顿开唱的。是不是？能请楚老师示范一下？对对对对，音乐音乐。音乐，哎，我觉得，哎，楚老师，你刚才讲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因为我们示范起来有点难度，你是专业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得，我怎么的？楚老师是演戏当中唱，美声唱法最好的。对对对，楚老师来一个吧。楚老师学过，哎，就是刚才我给你示范这几句，就这几句，这句唱的非常好，一说越说越来。就这几句，就唱这几句，因为你不能多唱，多唱的话，那给我音乐，音乐，我得要音乐。你唱多了回来，人家就不会唱了。我试试，大点声啊！声已经挺大了。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行了，您就唱到这儿吧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
山依旧在。就到这儿。他下头了。我让您唱四句，您就唱，就唱着前头几个字就行了。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。学过的他就是一唱一听音乐他就搂不住。不是，你这个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回去听一下，跟你的就我说这个对不对？如果要对，你回去琢磨一下；如果要不对，你就扔一边就完了。谢谢老师，好吧，会回去改正的。哎，我就觉得你今天唯一的就这块，我认为有那么一点点小。谢谢老师。本场最后一位选手黄永志会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呢？